我用这个看，你先拿你那个。耶，感谢普罗，感谢普罗的三个爱你万年，感谢普罗。那个感谢轩轩的夺宝战机，对兄弟们礼物有的走一走啊，我头条，我看我能不能发头条。感谢我空白的浪漫花火，感谢啊兄弟们，对，今天没有那个闪屏啊，没有那些资源。感谢我轩轩的夺宝战机，感谢大家，真的礼物多走一走啊！因为没有头条，没有什么东西，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因为我播直播只能播这一次，只能播这一次。我发个头条。对，我能发一个，发了一个。信号不好吗？信号已经是马代所有岛上信号最好的了，因为它有一个独立的发射站，然后独立的塔台，独立的 WiFi。但是全程我一定会有卡顿或者有这些断点，但兄弟们就忍耐一下，好吧？然后现在是我们国内时间的12点，然后现在应该是那个阅兵已经播完了吧？兄弟们，现在国内阅兵已经播完了吧？我们刚刚看到，基本上那个方阵过完，然后我回去准备的，还没有播完吗？我怎么听说12点钟结束啊？尾声是吧？好的，正好咱们热准备一下，然后咱们等到这个主要的这个东西结束。哦，群阵方阵，你推开播提醒发一下。房间呢，兄弟们有头条的，有礼物的，多的我就不说了，好吧，走一走。然后我也很想你们，我也很想你们。我知道这些天大家，对吧？不光在我的微博，在我的私信，在我朋友的私信，我来到这儿跟我一起来的朋友都跟我说，说你的粉丝跑到我的微博下面问你什么时候开播，好吧，兄弟们，我们现在没有事儿。然后呢，我来给大家，准备啊，咱们等稍微人再上来一点，人气有点低，人气有点低。然后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应该是全网第一次独家，最最牛逼、最最限量、最最买不到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海域，兄弟们可以看一看。现在时间还太早啊，因为我们现在是马尔代夫的时间，早上9点钟，然后我们是今天早上5点钟起的床。为什么？因为跟国内有3个小时的时差。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岛它有属于一个自己的时间。就周围马尔代夫的岛都是跟随马累的时间，马尔代夫的时间，但这个岛因为是个私人岛，所以这个岛上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它比所有的还要再快1个小时。感谢知一知二兄弟的夺宝战机，感谢兄弟们的，有没有头条？头条我的兄弟多帮忙发一下，好吧？感谢房间所有贵族。对，时间可能比较早啊，上的人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少一些。对，阅兵看完来看就行，阅兵看完来看就行。感谢我执念太浅，兄弟，感谢兄弟夺宝战机，真的万分感谢兄弟们。十一到了，新的一个月份开始了。那么我选在十一的第一天，给大家带来这一个我觉得能够庆祝我们祖国生日，然后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直播。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那。房间里的这些人，现在我兄弟他们都在看阅兵啊。然后今天只有我们，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眼前所在的。你们因为有点阴天，所以非常适合直播，要不然阳光直射的话，温度太高，手机可能会支撑不住。兄弟们看一下，然后正常我们这边只有一个，你看到的是一个方便我们运送，可能简单你去周边买一些东西的这个小船。平时如果出海的话，24小时这边有。等待的是，到时候可以看我的视频啊，抖音什么都有，是一艘巨大的游艇，24小时全程待命。然后我们当天在一上岛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地方坐水上的那个私人飞机，它是那种
飞机下面有两个角那种，你知道吗？然后就直接飞上来，落在这个地方，下岛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所有岛上的服务团队在这个地方就有一段舞蹈是迎接你的。这个岛虽然本身并不是很大，但这个岛上配备了33位到35位左右的服务人员，24小时服务我们岛上这几个人。这次我们总共来的是，加上我昨天接的妹子，大概是有十，哇，那个刚刚有一只鸟直着从天上下来，然后在水里面抓了个鱼，可能没拍到，好不好？这就是一个小码头，然后我也不知道工作人员都去哪儿了。现在可能早上我们因为5点钟起床起得太早了，然后全程他们在那儿一直看着。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码头，然后我现在带大家跟随着我的视角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私人岛，好吧，能够就是。它这个岛只对外，就是说你必须整岛承包，整个岛和这个30多个服务人员24小时，包括厨师团队、乐队，包括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全部只服务这个岛上这几个人，外人是没法上来这个岛的，而且它有24小时的安保，所以我带兄弟们看看到底什么才是牛逼、限量、买不到，好吧？兄弟们早，兄弟们早。普罗说舒服，带几个妹子，我带嫂子来度蜜。哎，看到吗？下面一条巨大的鱼。我跟你讲，这个地方不光鱼随处可见。我跟你讲，跟随我的直播，未来这几天我带你们看看这个岛上的游乐设施，真的，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人间天堂。有看到那个下面的鱼吗，兄弟们？人家都说水至清则无鱼，但是你看看这儿的水清澈到什么程度？但你看着好像很浅，其实水是很深的，因为这两天我跟嫂子在这个岛上已经浮潜过了。然后，兄弟们，我带大家看一看，好吧？什么叫自然生态？现在这一切仅仅是开始，全部上岛只有这一个位置，这一条路能够走上去。然后我们让你们在前面走，好吧？有这种上岛的感觉。对，我是你们的工作人员。然后，萨瓦迪啊，不是，他是马代应该是说英文，Welcome everyone from 企鹅 the Penguin 电竞，OK？This is your island，这就是你的岛。And welcome to the island. This is called the 第一 island，好吧，第一岛。来吧，来吧，来吧，各位贵宾，请上岛啊！各位贵宾，不好意思，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对，其实我应该稍微晚点再播，就是这个岛上各个地方都遍布着工作人员，而且他们的工作人员，我跟你讲，他们的服务，我这一个节目我做不下，我慢慢跟大家说。这是我长这么大有史以来我体验过最牛的服务团队。为什么？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隐形式服务”，就是它会存在的，让你觉得它是透明的。然后你一点小细节，比如说你的酒、你的水，只要一喝完放在边上，马上就在你视线看不到的地方，一双手特快的速度给你换了一杯。你的烟刚刚把这个烟缸掸了一个烟灰，瞬间一个新的烟缸就给你换好了。你的房间刚刚可能说你啪啪啪完，然后刚出去一回身，你的房间收拾好了。兄弟们，这是上岛的唯一地点，好吧？我们他这个所处的是四季集团啊，上那个携程能查得到，这个四季集团有一个岛，离这个地方大概开船的时间大概是看到海上飘着那艘船了吗？那艘大的船就是我们平时出海24小时给我们待命的，属于这个岛的船。然后，如果有人喜欢玩摩托艇出海的话，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昨天我跟嫂子已经探过路。你想要多少艘就给你多少艘，想要一个人一艘就一人，想要两人一艘就两人。然后有两个保护你的人在你50米之外，远远的看着你们，给你导航。然后就是这个，你可以闭着眼睛，就是一直油门拧到底，就是一直开。然后大概昨天我们大概开了30-40分钟，然后开到一个无人岛，巨美，然后在上面拍照什么的，然后你再开回来。来来来来来，你看着来，咱们我这个没信号了。美女还在睡觉，好吧，兄弟们，我先带大家走一下常规的路线，因为这个岛很多的东西要等着大家去探秘，好吧？来，我们看一下，这就是这个岛的名字。
Four Seasons 就是四季集团旗下，这是四季的 logo。Private Island Mardef 就是马尔代夫的 private 就是私人的意思，私人岛屿。那个没电，好，没电了，没电了，等一下，换个电池。这么快？好啊，放个电池。走走走。你可以看到都在这里哎呀，没有，我们到时候哪一天？Morning。我们哪一天会专门会出海？明天我们专门会出海，所以所有的水上项目到时候我再播，好吧？或者做录播。然后这是上岛的唯一路径，记得你先要穿过一片丛林，走吧，兄弟们，跟着我的视角。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你放低声音，你仔细看这个地下还有什么？它在中午还有在我们上岛的时候，它会有各种野生动物，你知道吗？变色龙、蜥蜴。然后那种寄居蟹，就是各种的东西，在你行走路上。咱们先带他去我们的房间，是往哪边走？往这边走吧。来来，走走走。还真没看到蛇。就都是这种，你知道原始森林的感觉，你知道吗？没有蛇，目前没有看到蛇。哎呦，平时那么多小动物，这是太早吗？我昨天也就是点儿蛇就有，一堆。奇怪，兄弟们，看看人这个自然保护跟环境，就让你真的是感觉到这属于你的岛。你看，我们随便可能在这个树林里容易迷路啊。昨天我跟一个朋友在里面转了2圈没走出来。就是岛上任何的这个东西，就你感受不到其他人的存在。你想在任何的地方停留，你想休息，你想在任何的地方吃饭、喝水、喝酒，包括有人服务你，他都能够提供，只要不是过分的服务。看，没啥果子。而且地上有好多那种寄居蟹的洞，你知道吧？整个海边有无数的那种寄居蟹的洞。一会儿我给兄弟们看看，看看这什么果子，外边壳硬硬的。很像蒜。弄不开，太硬了。算了，扔地上吧，扔地上吧，这应该不能吃，这好像是羊屎，你刚刚放嘴里了。走，哎，看，哎，就随机，哎，只要看到这种小的贝壳，兄弟，你如果觉得它是贝壳，你就输了。你如果觉得它是贝壳，你就输了。看到吗？这是小的，无数的寄居蟹，然后各种蜥蜴，我拍了好多视频，到时候回去给大家看。变色龙，然后兄弟们，啊，我看哪儿都是。看那有爬了一个，看到没？哦，那在爬那个，看到吗？兄弟们，有一个在动，看到吗？就岛上全是这种。哦，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所以说你来这个地方的话，不能带猪肉，不能带酒。我这次来，因为跟嫂子度蜜月嘛，我带了一瓶1971年的罗曼尼康帝，罗伯特帕克评分100分，50年的酒，被海关给扣了。现在给了我一张单子，然后让我回去的时候拿，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我调包，但是心贼疼，心贼疼。只要有这个螺，
它里面都会住着一个有灵魂的东西，所以这儿的人是不需要买房的。你看到吗？房子贼多，随便背上就走。这好像睡着了，哎，出来了。那变色龙跟蜥蜴有的话，给你们看看，跑得巨快。还有个大鸟。想让我说生日快乐，你能办个牌子吗？看到吗？跟你们问好呢。我操，怎么都越来越大？好好好，你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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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你看，到处都是。就这个岛是一个特别有灵魂的岛，你知道吗？感谢兄弟们送出的金卡啊，感谢，感谢，感谢。对，有头条，有礼物的，走一走。这个房子选的有问题，只能横着走。你看这个，这选的这户型走路都有问题，这就告诉你买房子的时候有钱不重要，最重要是选一个好户型，你知道吧？选一个好户型，太逗了！这个选了一大房子，完了走不动。来了来了来，岛上总共有四套不同的别墅，一会儿我会带大家看不同的户型，不同的别墅，有在沙上的。有半沙半水的，有在海上的。然后我们先从这边先去看一个，看到门口都有活的刺猬，养在这个地方看门的，这不要动，这是训练过的。你看认识我们，所以它没有叫。你如果生人来的话，兄弟，如果说他一闻说你是生人，这个味道他没有登记过，这刺猬上来以后直接就汪汪汪就咬你，所以这个兄弟们知道就行了啊。欢迎来到我们简陋的家。这里算是一个客厅嘛，就是现在帘子自动是下去的。那么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帘子给你升起来。那么这个地方，对吧？对，就是一个悠闲的下午，然后看着窗外美丽的这个景观，然后让你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OK，然后继续走。餐厅，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也算你可以把这儿让他把酒什么拿过来，做一个小的酒吧，然后紧接着再往这边走。哦，现在你已经步入我的内室了，你已经步入我的内室了。来来来来，走走走。这边是一个露天的泳池，好吧，露天泳池外面又是一个无敌的海景，然后它的沙子你知道是细到那种真的是奶白色的沙子。就像画儿一样。今天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呀？今天阴天，要不然你看到的这，感谢小百合，感谢小百合，感谢兄弟们礼物，要不然你看到的真的比这个美10倍。但是如果那样的话，太阳太热，我可能不好直播。来，欢迎来到我家，进门吧。好吧，客厅，兄弟们，哎，这些房子都一般了，大家看太多了，但就是看看这边度假的自然景观，好吧？这个位置是给你摆放衣服的啊，我这正常都是摆放设备用的。然后这边看到吧，景观、电视，这个电视在马代真的算大的电视了。然后每一天早上随时喝完无限给你续的这个香槟，我跟大家说一下，包岛的这个费用。就是我们包这个岛屿的这个费用里面，是含岛上除了额外我们点酒以外，基本所有的这个吃食，全都含在里面。然后每一天，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一下，有不同的世界各地的厨师团队，每一天三餐是由一个主厨负责，这个主厨会安排好今天早、中、晚、夜宵的菜单。然后一会儿带大家去看一下。然后不用说了，四季集团最有名的它的枕头。非常的舒服，床垫，兄弟，这样一个大床，我跟你讲，我邀请你们来，你从那边上，从那边上，对，对，哎，那个麻烦你把那个门打开，感谢咱家纯妹儿的黄金战机啊，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妹儿啊，感谢老妹儿。哎呀，我这个岛发完朋友圈，无数人说想来。当我跟他说完价格以后，无数人跟我说对不起，打扰了。来，躺下，对着电，初次见面，躺下，躺下。哎，哎呀，嘘，
所有人不要说话，感受一下安静。感谢我纯妹儿啊！能听到海声吗？他们应该好像听不到吧，收声有点远。一会儿，来往这边看一下，宝贝，你对我的家还满意吗？哦，那你想不想成为这片海的主人？那不用我多说了吧，我来帮你拖。对，来吧，宝宝。来，这边再看一看，今儿就是有点没有阳光。没事啊，今天第一天，我还能在这播个三天，好吧，播个三天。所以我们已经玩了2天了，所以基本上岛上我都熟悉了。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边很多很细致的东西，如果我有说的不足的，你提醒我啊。就是说这个岛，我跟你讲，它不光是说你包不包岛的问题，它细致到什么样的程度？首先，正常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来马代的话，很多人会从国内带几箱矿泉水。正常我们在别的岛上一瓶，除了他每天提供给你的2瓶这个所谓的马桶，不是那个自来，不是那个能喝的那个白水以外，因为它周围是没有淡水的，它都要从外面运过来，所以每一瓶水在岛上的价格大概有可能要卖到最便宜的要5块钱，贵的可能要十几块钱一瓶矿泉水。感谢纯妹儿的超级火箭，感谢纯妹儿的10个超级火箭，感谢。对，有头条的还是走一走。感谢纯皇，感谢纯皇，知道吧？这是一个，所以这个岛上的水无限量，随便喝，只要我有需要。然后正常的洗漱用品这些东西不用多说了啊，浴缸到现在没有用过。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这是我昨天跟嫂子去，哇，他这浮潜真太好玩了。他会给你一台那个浮潜的机器，到时候看我的视频，我剪出来会有。那个机器最快能开到60级，那个机器是永远能浮在海上的，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你只需要带一个简单的蛙镜。跟你游蛙泳一样，你吸一口气，这个机器顺着你的手，你只要往下压，它就会带你潜到海底，最深的地方可能10几米，然后你就看那海底那些珊瑚跟鱼群、海龟什么的，然后你跟着它游，你一口气觉得快没了，你把手往上举，那个机器就带你浮出海面，然后你正常呼吸，再下去再走，然后你累了以后，你可以只在海上这么漂，包括我们昨天在浮潜的时候。6只海豚就在我们大概10米的远的距离，然后看着我们，就瞪着眼儿。这是海水，海豚突然，就看着我们6个，然后还有拍手的，知道吧？6只，我靠，真的，我那种激动你不懂。这是一个洗澡间啊，这是一个洗澡间，但最主要的是，兄弟来马代，谁会在屋里洗澡啊？谁会在屋里洗澡啊？OK，我一定是在这个地方洗澡嘛。好，下面话不多说，老婆来给他们展示一下如何洗澡。走，确定不是海狗吗？兄弟，你以为我吹牛逼的吧？给你们到时候看看视频，你知道这个岛的地理位置，每一天早上，包括现在，一会儿我们去看，很容易能看到几十只上百的海豚团队，兄弟们。我先随便看一下一般的视频，就我朋友圈的视频。这是昨天我们上岛去接那两个妹子，我有两个妹妹来。接他们的过程中没有刻意去找海豚。来，再看一遍，兄弟们，就随便。哎，真的是成群的海豚。然后。这个岛上记着所有的所谓的什么叫醒服务，什么那些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把房间搞得再乱，他每一天就你出去一会儿的功夫，他们好像就有一个人躲在草丛里，哎，躲起来了。他刚看见我们在拍，躲起来。刚刚有2个人，
就是这个岛上所谓的专门的监察员，他监察员是干嘛的，知道吗？就确定客户什么时候出门。你前脚出门，这边打一个响指，啊，吹个口哨，立马那边冲进来四个人，跟忍者一样蒙着面，呱，各种床给你弄好。3分钟你一回来，屋子焕然一新，隐藏式服务。兄弟，你觉得我吹牛逼不？一会儿我给你看看。这个电视在这个岛上是跟四 G 集团联网的，全网就是所有的电影，包括付费电影，你们懂不？18岁以上看的都能看，但在这儿我不能给你们看，管得很严，好吧？然后兄弟们，正常在这个地方推开窗户，来，哎，这个沙滩不要跟我说什么共享式沙滩什么这些东西，兄弟。你包下这个岛，这个沙滩就属于你的。你想在下面小便就小便，大便就大便，好吧？我下面展现一下这个岛上的自由。好，那样就有点太三俗了，好吧？有点给咱们国人丢脸了，所以没有，哎呦，看到吗？无数，你们看这黑色的是啥？你们猜？哎，兄弟们，我告诉你们一最神奇，如果你们不打哇塞的话，我把脑袋切下来给你们。看见前面那片礁石了吗？黑色的，来聚焦，镜头，对，聚焦在这片前面的礁石。来，当我们靠近礁石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来，走。来，就靠近这片礁石。你们看到了什么？数以万计的鱼群就在你家门口等着让你去捕捞。来，老婆往前走2步，进里边给他们拍一拍。对，慢慢的靠近那鱼群。对，找好镜头的点。对，这不用聚焦了吧？兄弟，我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震撼。如果你在这儿此情此景，你亲眼看到的话。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沙滩边，我看到前面有一片，我以为是珊瑚的礁石的时候，然后对，老婆，咱们侧着走过去，对，往那片礁石再走，往那片礁石再走过去。数以万计的鱼群，各种海上的小生物，小螃蟹呀，小乌龟呀，那个各种就是你各种包括大鱼呀，远处的海豚啊。看到吗？我们在走，前面礁石也在走，你走我就走，你不动我也不动。你们眼前看到黑压压这一片全是鱼群，兄弟们，全是鱼群。然后我们在岛上会看到很多，就每一天早上都会看到这样的洞，这可不是小孩什么挖的啊，这个洞里每个洞里都是有生物的，但是什么生物咱也不懂，可能是小螃蟹，我觉得。你看都一堆堆的。包岛多少钱？总共价格200来万吧。兄弟，不要谈钱，谈钱就没有意义了，好吧？我们包这个岛的目的是什么？直播，我们看节目就行了。然后看，哎，每一个里面都会有，而且我们不管挖多少，第二天就又恢复原样了。你看那片鱼群，然后你看个远景。兄弟，你站在这个沙滩，来，咱往后站一点，你们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那个感觉，然后你知道，你每天在房间右边，就东方在那边，每天早上看着日出，我发现一个东西，什么东西？礁石上看到哦，礁石上有只，哎，看到吗？来，给他们聚焦看一眼，经常能看到，因为这边鱼很多，有好多专门捕鱼的鸟，有好多专门捕鱼的鸟。各种野生动物在这个地方，它保护得很好，经常都能看到。兄弟，你那是下午，这个岛上有自己的时差，我再说一下，有自己的时差。你看那鱼群的变化，你自己看，随风变化这鱼群，而且特别的浅。我如果找一个人从远处往这边赶的话，直接这个鱼全都跳上岸了。而且时不时那鱼群为了氧气，它会集体跳起来，你知道吧？像一个黑色的大爪子一样，那个画面挺震撼的。你眼前看到这黑色全是鱼群。这可不是礁石，全是鱼群。哎，远处的景色，
我们称之为三明治海洋。什么叫三明治的海洋？如果阳光照射在这个小岛的话，你会看到海的颜色分三种：黑色的地方是最深，深蓝色是第二层，然后浅色带点绿色的是第三层。来来，继续走。对，这9点半。然后兄弟们，我跟你讲，我如果随便找一个岛骗你们说包岛，那真的太 low 了。就这岛上，你看，你看看，有人吗？有人管我吗？我要耍流氓！有没有人制止我？我真的要耍流氓了！没有人来吗？看到吧？没办法，没人管，就没人管。看看，哎，老婆来，咱俩并肩走，然后给他们看一个虐狗的画面。来，咱俩并肩走，啊，就这个，就站在这个位置。OK，咱俩并肩走，来，嗯，OK，走吧。老婆今天看完日出了，一会儿想干嘛呢？该吃中饭了吧？该吃中饭了，好，一会儿让厨师给你做。你想吃什么中饭啊？法餐吗？好的，好的，一会儿我让法国厨子来给你做。哎，老婆，你看，回头看一下，哇，这是我跟你留下爱的脚印，整个岛只有我们的脚印在这个地方，浪不浪漫？嗯。哎，哇，老婆，你看这个地方有个大洞，你猜里面是什么？蛇吗？你把手伸进去，我们就有午饭了。哎，这洞好深，有人知道这里什么动物吗？这是挖的。有人懂吗？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我们再带大家去那个房间看一看。然后最主要的一点，兄弟们，今天是国庆。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兄弟，你知道人那个旗杆是我们来了，我们跟他们说，然后今天是我们祖国的生日。人昨天6个人弄了2个小时，在这儿挖了个洞，把这旗杆给我们6个人立起来的。然后人还特别精细的在这儿绑了重物，然后把我们从5300多公里外带来的国旗，在这个地方，兄弟们，你知道那种自豪感吗？就是，这是在马尔代夫中间的一个岛屿，在这个地方我们树立着。我们中国的国旗虽然可能只能竖一5天或者6天，但是兄弟多的不想说，来开个抽奖，祖国生日快乐刷出来，1000块钱现金，200块钱一个人发5个，感谢袁博的爱你万年，感谢兄弟们。我只想说，真的，在嫂子开抽奖的这个同时，我想说一下，很多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爱国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你是哪里人，你是什么东西，这东西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是否为你的国家你做过什么，对吧？你说大老远背这么大的国旗，为什么要在这竖个旗杆？很简单，就是我们在看早上，我们在看那个阅兵的时候，就是在这个 main building， 就是这个主房，主房里面全是娱乐设施，一会儿带大家去看一看。我先带大家把房子看完，感谢 Evan 的爱你万年，感谢1000块钱红包啊，送给房间的各位。对对对对对，然后一会儿我想起来了，开个抽 iPhone 的活动，家里还有一台，今天必须在那个房子的时候，待会儿给大家抽了。对，只能抽500。为啥？它上限了。那就500，500抽2个，啊，500多，抽10个太多了，500抽5个也行，5个每人100。什么？1个人500红包？我让你抽1000，抽5个人，每人200。你这啥？就弹幕就可以了。一会儿抽 iPhone。5分钟啊！哎，看看看，看见吗？瞬间所有的鸟都降下来 ，respect 尊重。刚刚还没有呢，瞬间降下来了，看到吗？
对，祖国生日快乐啊，兄弟们！我们远在马尔代夫，为我们的祖国献上我们最真心的祝福。好，带兄弟们继续走。我们刚刚集体在播国歌的时候，集体泪目，就都在哭，所有人都是起立听着国歌，那种自豪感，我的天啊！真的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然后我考大家一点，有没有人知道？哎，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有没有人知道这东西是干嘛用的？老婆，你要不要去一趟？我就去一趟，你把麦克风放在我这儿，你可以去一趟吗？你这裤子你好去，对对对，你看你能不能上去一下，然后给他们展示一下，可以啊，待会儿回去换衣服啊，反正来到这儿每天都要湿的，包扔这儿就行，对，都扔包里。你干嘛穿着拖鞋啊？好，嫂子去了。跟你讲，那个地儿就是嫂子一上去以后，我一按钮，然后他就往远处就出发了，然后这辈子也不会再回来，知道不？但你放心，我已经给嫂子买了这个全额的1000万的保险，啊，这都不是事儿，兄弟们。这个娶老婆最重要的知道是什么吧？对，保险一定要买，因为你不知道随时随地可能会发生什么。开错奖了吗？开错啥奖了？你开了5块钱200个抽奖，我也是醉了。他们都在说5块钱200份儿。兄弟，这个奖有点难发喽。这200份儿发到能取消吗？兄弟，抽奖能取消不？兄弟，能取消吗？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是干嘛的？不能点取消吗？加油，老婆！上去了，上去了。然后我告诉大家这是干嘛用的？哎，白天2个人在这个上面，对，跟这个节奏。哎，我左边一起画个龙，在右边画一道彩虹。他在水上做了个蹦床，好吧，他在水上做了个蹦床。来来，回来吧，回来吧，老婆，你看看你这抽奖咋搞不？因为太阳你知道，毕竟还是有，所以照的这块可能它，哎呦，你的鞋飞了一只，你的拿不回来了，你快点吧，等着你呢。这鞋别要了，一会儿他会冲上沙滩的，应该。兄弟，嫂子的鞋。哎，这要是早上看不见他，然后看见沙滩上有两只鞋，有一只鞋飘在这儿，我可能心里会一次庆幸，不是，会打电话，挺着急的吧？来来，你来拍照。你刚刚你看一眼，你抽奖能不能取消不？好像取消不了，200件5块钱，你自己看看。我也是醉了，200件5块钱，还好不是200件500块钱啊！欢迎我东华。演出你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这只是岛的其中一面啊，全都是在这个我们包岛的这个费用之内。这个岛在未来的6天就只属于你们，好吧？还是那句话，为了庆祝国庆。我们让中国的国旗在马尔代夫的海岛上飘扬，然后还你看这儿又马上又聚集了一片鱼群，你看到这鱼群了吗？真的数以万计的鱼群，随时随地就在这地方都能看到。慢点靠近，慢点靠近，慢点靠近，他们能看到咱们走过来是吧？他们可能有领头鱼，领头鱼是控制阵型的，跟咱们那个方阵一样，咱把领头鱼找出来，他们就乱了。跟你讲，兄弟们，这个今天咱们的节目叫找领头鱼，总有一头能抓对，抓到领头鱼以后，他们阵型就乱了。食人鱼，走走，带大家看看别的房间啊。沙滩排球，我们这两天还没打，其实这个天特别适合打沙滩排球。
哎，那奖品能取消吗？取消不了，那就发200件回去，让他慢慢发呗，每人5块钱。一会儿马上抽个手机，哪位老板、哪位皇帝有头条的？真的是5块钱，抽了200件。哇，哒啦哒哒哒，那边很大，但我们还没去过。那边很大，我们还没去过。哎，我这咋啊？看见了，200个我都没中。哎，远处你看到吗？一会儿咱可以往那边看看，那边我都没走过。来岛上这2天，还是那句话，兄弟，一会儿给你看看这岛上的服务。24小时，30多人的团队就服务你们几个人。游艇大的一艘，小的一艘，24小时待命；3人潜艇24小时待命；4艘摩托艇24小时待命。所有的水上设施、娱乐设施、厨师团队、乐队24小时待命。然后最变态的是，有专人帮你陪孩子玩儿，就是带俩孩子来，有专门24小时陪孩子玩儿，还有陪孩子睡觉的。还有昨天有一个女孩，我给她讲完鬼故事，她不敢睡觉，晚上找了个这边的服务员陪她睡的。人一直24小时在那站着，谢谢狼，是狼哥私奔到月球，我看不清。感谢我狼哥的私奔到月球，狼哥这一趟我真的抱歉，狼哥突然到北京，我时间实在来不及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兄弟，咱们承诺的事情，我永远线上线下都做得到。我答应狼哥说带他吃慈禧太后最爱吃那甜品，然后我把那个甜品找，就是我只跟那个一哥说让他做，找人做，做完我找厨师去拿，拿完以后我亲自拿着那个甜品给他送到酒店去吃的，赶上了。感谢我狼哥的私奔到月球，狼哥，这个岛真的，下次有机会我明年还组织来，到时候有机会可以一起来玩，真太棒了这个岛。这是一间建在水上的别墅啊，我先看看有没有人。空白三万我来耍流氓了啊！空白三万一年万年。感谢空白的三个爱你万年。哎，这是我朋友安排他们住的这儿啊，因为那边比较吵，这边相对比较安静。我看看他这边。哦，他主要有个。哎，放大放大，兄弟们看到吗？随时随地，自己上网查多少钱？兄弟，你见过哪个主播？就我是不是中国第一户外？我觉得这个不重要。但你见过兄弟哪个主播是包岛给你做直播的？我就问你这一点。你见过哪个？我有点恐高。你见过哪个主播是包岛给你做直播？你看看这儿，哎，晚上躺在这儿，仰天看着星空。没有任何的污染，几十万颗星星的银河系的那种感觉，真的，你们想象一下，这个岛的名字叫什么？再说一遍，我老忘。乌鸦瓦，3点水那个沃，乌鸦喝水，乌鸦，你为什么不拿石头？小学课本我学过，你要没石头的话，有点丢人哦，打脸喽。而且泳池的水这么随便喝吗？里边漂白水的，哎。从这个地方，你们看一下那边边上的景色，全是珊瑚，珊瑚礁。就你随时跳下去，拿个泳镜，你就可以浮潜了，随时。有蚊子吗？蚊子还是有，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他们服务另一个细节的地方。每当夜幕降临在这个岛屿，有一种人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们身着黑衣，每一个人手上拿着莫名的药草，他们在周边。就是在所有有草的地方，他们都有一种像灯一样的东西，既能发光，下面他们会填上那种类似于艾草、药草的东西，点燃它，然后发出淡淡的那个青烟，整个岛都会，然后它会支上火把，晚上就跟篝火一样的，然后那个烟我们靠近了一闻才知道，全是驱虫跟驱蚊的，特别的细节这儿的服务。我为什么叫隐藏式服务？一会儿跟你说一下，白天一套衣服。晚上所有的服务人员一套衣服，白天穿白色，晚上穿黑色，你永远感觉不到服务人员的存在。然后这是一个
露天的泳池，好吧？你看那鸟了吗？那是真鸟，那可不是假鸟。那是真鸟，那可不是假鸟，兄弟们。马上抽个手机嘛，来开一个抽手机，iPhone 11，红色法拉利红。然后送守护，我自己刷个头条。狼哥有头条，帮忙来一个啊！你们想送守护还是送超跑？你们自己看，送守护还是超跑？你们自己决定。Kiss，我马上过去，我马上过去。Kiss，估计该睡午觉了，他们。嗯，就一份。守护抽还是什么？守护抽是吧？超跑几率大，守护还是超跑？决定吧。守护吧，来到这儿了。对，就是送守护嘛，就是送守护才能抽。10分钟。200份可赢了，操，兄弟，200份我立马关播，然后我举报我自己，把我自己封了，好不好？抽他妈200个手机，我也是脑子真的，我得多不好。兄弟们，开守护抽啊！你看到吗？这边这泳池，我操，游着的时候，你给他们看看那个下面礁石的那个这个景，真的太清澈了。Kiss，哎呀！带不进去，Kiss 来，跟他们打个招呼。K K，刚刚，你慢点慢点啊！刚刚我们，我的妈呀，他差点掉，哎，Kiss，刚刚我们看什么来着？我们看的什么电视里？两个字儿，什么兵？空军，对，什么兵？看的什么兵？哎呀，安座，磕了一下，没事儿。安座，磕脑袋。安座没事儿，快快快，来，先不，来拍拍这儿。弟弟被磕了，你还笑？这个我跟你讲，家里有两个孩子的，真的特别逗，你知道吗？感谢兄弟们，守护抽 iPhone，有头条的帮忙发一下，好吧？真的，你看看多漂亮，全是周围，就带一个浮潜的镜子，随时去游。你看那一片，那一片都是。你看，小心点啊，离海远点啊，Kiss 啊，来，过来，浅色的浅色，走，咱走，这上你敢走吗，Kiss？这个床你敢走吗？下面是海，你敢走吗？不敢，不跟。好了，对，蹦蹦床，好，你慢点，来，这边，走，走，有一个鸟，对，一个大鸟，走。我跟你讲，这个地方跟朋友来真的太舒服了。等一下，我问问小鱼，哎，这屋应该没人，这屋没人吧？现在是吗？房间两边房间一样吗？那我去那大的拍一下，不拍东西没事，看牙户型。OK，来。昨天我听说某人喝多了，回来以后在孩子的门口撒了泡尿，以为是厕所。我也不说是谁啊，你们自己猜。反正有些东西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早上我就听说了，看阅兵的时候有人吵吵的最凶，结果迟到了。一问怎么回事，说喝多了。哦，还行，都差不多。你看他这个唯一的好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泡澡的时候。
哎，你看看这视角，兄弟们，你们在泡澡。感谢兄弟们参与的这个啊，对，赠送守护既能够有牌子，好吧，既能够有这个粉丝牌，有穿云箭的牌子，我觉得在这个平台还是挺有牌面的。其次还能够中 iPhone。你看，洗着澡可以出去游泳。哎，这个 view，这个景儿怎么样？美不美？兄弟，这是没有任何 PS，没有任何装饰过的，自然的景就是这样。这个海岛周边，就是你开摩托艇15分钟的距离之内，没有任何其他的人。边上的信号站，你看，全都是为这个岛建的。走，是真的漂亮，你知道吗？等着看我的视频吧，兄弟们。走，带大家看看岛上的其他东西啊。房间，我觉得就看看就行了，不重要。再豪华的房间，我们在迪拜都已经看过了。没错，就是这个位置，我闻见有骚味儿，就这个位置，里边是儿童床，看见不？进去了，闻见尿骚味儿了，走了。哇，天开始放晴了，兄弟们，哎，瞬间感觉看到吗？又另外一个景象，绝对不会碰到任何人打扰你的假期，这种感觉真好，天好蓝，我真的，你看看现在阳光出来这个天，什么叫三色海？像三明治一样，从绿到深蓝啊，不是到蓝，然后到深蓝。感谢兄弟们的守护啊！平时真的感谢兄弟们的支持。平时有些人可能不舍得花钱呢，现在可以顺便既能够办卡，又能够抽奖。然后兄弟，这是我在这儿的第三天，然后是我直播的第一天，因为10月1号嘛，上个月的工作完成了，前两天拍了很多的视频，准备剪出来到时候发抖音什么的。最主要的一点，未来2天我不光带大家在岛上，我带你看看这个岛上到底它为什么这么贵。为什么它除了说这个岛上的自然景观以外，私密性，它还有什么值得你花这么多钱去来这个岛的？我要往那边溜达溜达吗？可以稍微，那边没去过，兄弟们，咱稍微溜达一下，然后我带大家去那个主楼看一看，所有的娱乐、主楼、吃饭、吃喝全在那里。天呐，海风吹着这个感觉，看着五星红旗在这个岛上飘扬，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无比的激动。就不要那边走了，有点远。你知道它那个旗子是什么意思吗？啊？它旗子每天换不同的颜色，为什么？代表了风力。哦，然黄后黄色。色，然后还有橙色，还有变成红色，啊，哦。还有那种深红。哎，这为什么飘个煤气罐儿啊？老婆，你去过去把煤气罐儿去摸一下，看会炸吗？真的是煤气罐儿，老婆，你去捡一下，你小心点，小心点。对，我离远点啊，带他们。对对对，老婆，你小心点。是真的煤气罐儿。放这儿吧，一会儿让他捡走吧。这太奇怪了，放那儿吧。这不是哪儿扔下来一颗炸弹吧？哟，有懂的兄弟吗？这应该是煤气罐吧？咱走走，走走，离远点。写中文字呢。可以，我手机补个视频。啊，你拿那个拍摄那装备有吗？给我，我补个视频。哎，
算了，不拍了，走吧，放这儿晒，放这儿晒着晒着，它会炸吗？扔草里，那行，你去扔去吧，你拿着，你去吧，去吧。拿着他们。啊，对，你拿着他们去扔，这样出事儿的话，咱能证明。你快点扔啊，快点扔，还要做其他节目呢，感觉那儿都腐蚀了，对对对，拿着，快，对。这也抽奖抽了吗？抽它干啥？开盖有奖，他妈的，开盖有奖。刚刚飘过来一个煤气罐儿，写着中文字儿。走，哎，阳光一出来，立马不一样。这是哪里？这是马尔代夫。然后我们包下了一个私人岛，你看，海边随处可见，看，真的。啊，那里面是啥？这岛因为很大，我到现在两天了还没探索完，所以我带大家走的都是我测试过的。这是啥？哦，打野战的地儿。哦，我明白明白明白，两个人嘛，蜜月嘛，对吧？哦，菜园子，对，全是他们种的菜。大棚里种的兰花，就为了我们放那桌上哦，咱桌上放的所有花，包括他菜里派那小花，全是他自己种的。你看这路边，这都是种的，盘盘、算瓜。哦，还真是哎，他这种的各种花，就咱们摆的花，包括饭里的那个，全是他们种的。这是兰花吗？我看看。东皇种了吗？哎，还真是，你看，兰花。然后那片都是小的兰花幼苗。兰花幼苗，罗勒、薄荷叶什么的。那边走过去一直是哪儿？那边是岛的后面。啊，那先别去后面，我有点热，走，先去那个。先带他们去，对，主要的娱乐设施。让大家去看一看，是东皇吗？我的妈呀，东哥你，他经常来，你知道吧？但是他很少参与咱们这个，反正他不参与送礼物，但是抽奖他参与了，感谢，真的，非常为东哥感到开心啊！一个手机，等我回去以后寄给你。他说他家里五个五六个，他不要了，真的吗？东哥。真不要了吗？不要，我再给他们抽一个了。东哥大气。主楼，这边是，我看东皇彩色弹幕给我打一个。东皇说了，我要的。哦，要啊！你看，我就说嘛，这种东西我跟你讲，越有钱的人占便宜越没够，懂吗？哎，儿童玩的，60公分和1米2的泳池。我那天有个朋友刚说要表演一下扎猛子。一猛子就扎下去，然后告诉说手差点戳断了，一看那池子1米2深，就这。兄弟们看，在这个角度看，哎，房间的各位贵族、各位衣食父母，这个值得你们办个粉丝牌吗？能够在马尔代夫这种国家的一个周边的岛上。树立着我们中国的国旗，而且这个旗杆是昨天连夜6个人给我们现搭的，挖下去，然后几个人把它竖起来的。然后靠3个桩子给它撑起来的。靠3个桩子撑起来，竖了2个多小时这个旗杆，就是因为我们跟他们说今天是我们祖国的生日。都说牛逼。而且他们全程看阅兵都看傻了。嗯。你知道吗？一直在说哇，那么多那么多。嗯。真的，兄弟，就是这种荣耀感。咱们的直播到全世界的各地，我们不是说去。
说炫富什么等东西没有，我们就是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不一样了，明白吗？不是说你只有国外的人才能来这个岛。兄弟们，真的啊，祖国生日快乐！弹幕给我打一打，来了来了，给大家看一看啊，这边，对，这个区域啊，兄弟们，告诉你还有我们牛逼的地方在哪？兄弟，什么叫隐藏式服务？看到吗？所有的人白天穿白衣服，33个人的团队，永远，你有任何的需求，他们都会满足你。哎，兄弟，看看这个，看看这个，这不是我们带来的，这是这边晚上主动问我们，你们是不是要打麻将？现场给我们支的桌子，在这个地方玩，然后这是专门陪小孩玩的，看到吗？在拼那个 Kiss 他们玩的那个拼图，就 Kiss 他们要玩，然后他们帮着把这个拼图就给拼上 ，It's OK。专门陪小孩玩的这两个，然后昨天我们潜水好像也不是他，潜水另外一个人，专门潜水教练，有点像，对吧？再跟我们拼。看到吗？今天我们看就是在这儿，这边的时间凌晨5点，太阳都没升起来，我们就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关注着我们祖国的生日，为我们的祖国庆生，兄弟们，就是这样，好吗？我看着就是浑身鸡皮疙瘩，对，泪目了。而且兄弟，我跟你说，人家那个服务是什么？就是你5点钟到这儿的时候，人知道要看，人直接给你搜好这个台，嗯，调好，进来什么都不用管，然后哎，对对，听一听普通老百姓，谢谢东华哥哥的一个感。感谢感谢东皇的夺宝战机啊！感谢东皇，对，东皇多来玩啊，多的我就不说了，我也不是那种套路的人，有礼物有头条的啥，多帮着走一走啊！这么牛逼的节目，哎，在马尔代夫这个地方，全程它这个系统你知道先进到什么样吗？连接手机 APP， 所有的歌你搜没有的当时下载，然后晚上直接卡拉 OK 就唱起来。待会儿我给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昨天录的视频，我们这次一块来的就朋友的老婆。有两个都是学那个声乐的，我靠！昨天晚上唱歌给我们唱懵了，你知道吗？就感觉那种哇，回到祖国的那个感觉，现场唱民歌各种，然后什么现场给你唱，然后早餐24小时永远的，你不管要水要吃的，所有的地方，这只是就从凌晨我们5点多来，就厨师就已经备好的。而且当天的如果剩的直接就他们就换掉，你看什么叫隐藏式服务，你转过去，你镜头慢慢转过去，你看看他们 say hi to all the friends in China， 他们的服务是真的吗？他们白天这套衣服是白色的，太阳只要一到下山的点，所有人换成黑色，对，隐形。来来，我带大家看一看，每一天今天这个岛上服务的主厨是谁？为你准备的什么吃的？昨天我们吃的是龙虾宴，就那个主厨是从四季的主岛调过来的，专门做龙虾的。副业老板昨天喝的，副业老板喝的没跟你讲吗？厕所都找不着了，哎，所有的喝的，然后来。温度随着给你控制，开风扇。对，什么时候开风扇？什么时候开空调？孩子来了，什么时候给你毯子？看看这边，这边就是空调比较凉的，有很多，比如成年人啊，在这儿可能抽个雪茄呀，抽个什么，对，聊聊天啊，都是在这儿。所有的电视全是联网的，就你想看的世界所有电视，这边全有。来来来，走走走走，包括你如果想做瑜伽、做运动等等那些，来，我们看一看，哎。兄弟，这是知道我们来，中国人来，特意给我们安排的乒乓球桌，现织的乒乓球桌，就别人可能用不到，但我们来了以后，人可能觉得中国人乒乓球厉害。然后来这边，这就是我一会儿要消耗一下卡路里的地方了，燃烧我的卡路里。非常简单标准的这么一个简单的个人训练的健身房，但是你知道它牛逼在哪吗？你看你这边，怕你没带运动鞋，没带那个设备，毛巾、鞋、水、新的袜子、 BOSS 的耳机、运动手套、监测心率的智能手表，
就这是为什么这个叫私人岛？他之前跟我说，这边来的人除了超级明星以外，很多的政要都来这边度假。就正常健身房里可能都不配的，他都配。这个乒乓球打不开，兄弟，你再翻个跟头得了呗。这就是个娱乐，啥还打不开？从那边走。太阳出来以后真的漂亮，你看，而且这个岛上每天下午3点开始，这个在另外一边，一会儿可以带大家去啊，在一个水上的房间里面，有两位女的非常漂亮，穿得很性感的按摩技师，为你做大宝，为你做按摩，2个小时，每天下午3点开始。哎，看到吗？没有太阳的时候，他们会包括下雨的时候，他们会主动把这椅子第一时间全罩上，不会问你说一句话。就一天他不会在你边上发出一个声音，太阳只要一出来，不管你需不需要，所有的伞马上全部支起来。我为什么称之为叫隐形式服务？就是我们一致对这儿的评价是什么，就是你到一个地方，你可能对服务期待100分，你花钱了，但是你可能只能得到70分80分。这个地方是你的期待如果是100分，他给你120分。这个岛上你知道，光我问了一下，光服务费，就我本来要给他们小费的嘛，他说不用给。为什么？我们这几天的时间光服务费是4万美金，哦，4万5千美金，你算一下吧，20多万，将近30万人民币的服务费。对，各种，对，小孩用的水杯水壶，而且是你不用任何去说的。 Excuse me, can I have some still water? Yeah, and one sparkling, one still. 我说我要想要喝一个气泡水，然后再喝一个普通的冰水，然后你什么都不用灌，你不管在哪儿，你知道吗？你就比如往这儿一坐，就你随便，你想干嘛你知道不就干嘛。而且我告诉你，昨天特别变态的事儿，我昨天不是喝了点酒吗，下午跟他们，我就往地上这么一躺，我心中大概也就数了大概20个数的左右，突然有一条毛毯默默地搭在了我的身上，一条毛巾。我一看，一个人从我身边特别顺畅地走过，毛毯为我搭好，然后人就走了。就你懂我说那意思吗，兄弟们？啊，对，就真的，这个岛真的太棒了，而且没有人，你看看他们那服务，永远一群人，永远一群人 ，Yeah。对，他们可能在商量我坐在这儿要干嘛，然后体验那个，你看水来了 ，OK。I tell them there's very, your service is very good, the best, yeah. Okay. Sparkling for her. Okay, thank you. 这种直播做一辈子，什么都能满足你。这地方就你只要不过分呢，你别说立旗杆放国旗，真的真的就是到小孩细节的哄他入睡，陪他玩游戏，他游泳的时候专门两个教练一直看着这个孩子，就你大人就觉得我靠到这儿，哎，走楼上。走，我们上去看一看。早啊，美女，这两位，来来，先别抽烟。来来，跟我们打个招呼。直播呢，快打个招呼。没关系，没关系，打个招呼。好了，你们昨天喝到几点？喝到曼联上半场结束。我的妈，1点多。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来。哎，上楼在哪儿上？这边上。上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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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戴妃，不是戴妃，这次叫来了两个妹妹。其实这个岛还有2间空房，还有2间空房，我们没叫人。
平时下午的时候，哎，这个景色在这打打台球。小智不是喜欢玩台球吗？哎，这种地方打台球，你说你的球技，你自己拍出去看看。你说你啥球技？你说有这么多平台，咱虽然没看过，我问问你们啊，请教一下兄弟们，咱一探讨一下。我直播这么多年了，以前的节目咱不说了，因为好汉不提当年勇，对吧？来到企鹅以后，兄弟，我就问问，此时此刻，你们看过那么多直播，包括校长的直播，有人专门花几百万包下一个岛给你们做节目的吗？有吗？然后升着中国的国旗。有些人愿意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有些人愿意花在家人身上，有些人愿意花在别的人身上。我很简单，我觉得我要做的东西，我想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人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更多的精彩，开拓他们的眼界。未来这些人，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得更高更远，当然也有可能更飘，希望不要飘啊。对，这是啥？上面我都没来过呢。哦，这是一个儿童房，是一个上下铺的这么一个睡床，小孩会很开心。对，昨天晚上我们喝酒的时候，那个俩啊，中午、下午睡午觉的时候方便看嘛，就让小孩在这儿睡，他们有专门人给他讲故事，哄孩子睡觉。兄弟，现在还空四张床，有没有人报名马上买机票来的？还有四天的时间，有没有人想来？有没有报名？那不介意睡上下铺的啊？有点难为你兄弟，不介意睡上下铺的，好不好？再报名，有粉丝牌的，八级以上的有没有？走，下次我一定做一个线下的聚会。哦，对了对了对，本身就有一个十一号，兄弟们，现在已经报上名的兄弟们，十一号咱们见啊。啊，不去卧室，不去卧室。不是，有什么不能看？我懒得进去了。连招呼都没有打，但这次可能就对。看直播过的人，大家都在直播吗？对。来来，这边看一看。我睡地上，睡地上都行。沙滩，行，那沙滩那能睡满了，咱地下室兄弟都能睡啊，都能睡。一圈呢，这个岛。然后我想想，下边咱应该去哪儿了？你要去码头旁边就是按摩那个屋，然后后厨要吧？啊，对，后厨忘了看了。走，兄弟，我让你看一下这个地方做饭是多么的，服务是多么的认真。两个上铺，请留给小智和小莫。哎，你看我们来带的这些东西，你看现在，这是我们的主厨啊 ，Chef， not on live， all the people in China， yeah， they're watching。这是我们平时照顾我们起居的主厨，正常我们的早餐、午餐、晚餐的这个对，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他完成的。隐形的服务啊。隐形，你看他为什么背着篮子，知道吗？因为他看到有两个女孩刚刚起床，他们只要不在的时候，迅速背着这篮子去把房间的所有床单就换了，绝对不会告诉你。非常厉害的服务。然后我给你们看看啊，哎，这一堆什么方便面啊、吃的这些东西不用，这是我们带过来的。但你看看人家准备的，每一天厨师分工的团队有熬汤的，有各种给你下米粉、辣米粉，然后做面的。加丸子什么样的做法，你需要加什么，然后最主要的，你看刚刚给那肯定是女孩点了各种煎蛋，包括你要英式早餐、美式早餐，所有的这些就是你随时想吃随时想做，所有的这些。欢迎小周，你知道吗？24小时厨师团队。然后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他只是这样那就错了，我带你看看他们的厨师团队有多么的专业。是这边不？感谢荒什么的爱你一万年啊！感谢对 A 的兄弟啊！哎，好了吧？
好了好了，厨房里没信号，但是厨房真的很大。然后紧接着我看看啊，带大家还有哪儿能参观一下。嗯，钻林子吗？沙滩参观了刚刚。想想啊。他那个屋的外面有一大片沙滩。走走去看一下看一下，走走走走走。我去你那屋看一眼啊。哎。小孩来这儿都玩疯了。然后兄弟，我真的，我给你看看，走，这儿有点像迷宫啊，千万别走错。选路吧，你们。选路吧，兄弟，哎，咱玩游戏吧，叫带我回，叫对，叫选路，一、二、三，走哪条？左边是一，好吧，中间二。三，走了吧，走吧，去哪儿？二三，这个岛都是六天起包啊，六天包了六天。一吨二多。我看啊，我看，我看，一吨二多。三手。二多是吧？好，走。昨天我们俩喝了不少酒的人，非说他认识路，带着我在这儿来回转了两圈。那是码头，哎，我们可以带他们再看一眼。刚刚好多人没看见，这是我们上岛的地方。你看到现在那个地方有工作人员了吗？看到吗？就永远在上班的时间会有人等着你。如果你紧急要用船或者游艇，那个海上飘着那艘大的游艇，就是24小时待命的，一艘大游艇，一艘小游艇，然后还有一艘快艇。任何时间当你有需求的时候，一个电话那个游艇直接就开过来，然后我们随时跟着船长就可以出海，而且这个游艇让你自己开，就他给你掌好方向，你可以自己开，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上面真的就像画一样。兄弟，哎，看看那螃蟹，他挖洞了，看见吗？进去了，哎，有个螃蟹进来洞了，哎，能把它挖出来吗？你够呛，那个洞贼深，我摸过，我看见他进去了。兄弟，有一只螃蟹进这洞里了。刚刚有一只螃蟹进去了。他真夹你啊！啊！洞贼深。把洞给没了。我操，这他这个不怪我了，他这不怪我了，这怎么得拿个小铲啊，怕他咬我啊。你要去那个吗？去水屋。哪儿水屋？啊，走，怎么走？从那边走过去吧，应该是。这么溜达过去吗？行，走。现在出太阳就有点晒了，你看看这个蓝天。这画面是你真的看完以后不会烦的，挖人坟可赢了。感谢兄弟们开通的守护啊！对，喜欢的兄弟呢就办办卡。还是那句话，不敢说是全中国最牛的，但绝对是全网独家限量牛逼买不到的东西，我们只播这种内容。很多人说为什么人家户外主播一个月每天都播，说我偷懒一个月才播七八次。兄弟，我一个月播七八次户外，你知道每次的成本多少钱？我播一次顶他们再播一年的。这不是巴厘岛，这是马尔代夫私人岛。这个岛是不对外开放跟营业的，这个岛上只接待说这个包岛的客户。一天的费用大概是看淡旺季吧，平均的价格大概是不到$50,000，也就是30万左右吧，一天，然后5天起算，然后再加$45,000的服务费，再加税收什么乱七八糟的。
沙子上走得快，对啊。上携程能查得到啊，这个岛叫做沃亚瓦，三点水那个沃，肥沃的沃，亚洲的亚。这个屋就是昨天我跟嫂子体验 SPA 的地方，好吧，做按摩的地方。下午三点以后，当地时间下午三点以后，有3个小时时差，这个屋里面就会有两个美女技师，然后他会让你在这边先泡个澡，洗洗澡，然后可能会在外边晒着太阳，然后当你准备好的时候，你随时出来，看到吗？随时出来换好衣服，然后两位技师会在这个地方给你洗个脚，洗脚的同时会给你填一份中文，非常非常贴心的这么一个，你是不是过敏？什么地方有伤，哪有关节炎，哪个地方要使劲一点，然后给你选5种精油，你选一种精油，然后当你选完了以后，大保健，对，然后就在这个屋子一次服务2个人，兄弟，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找到它最大的亮点了，你先不要说这个景色啊，看一下这个景。对，有人看到了，然后最大的景亮点，来，假设你们兄弟们现在你们趴在这儿，来吧，先生，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您准备好了，我可以开始为您进行大保健了吗？就你永远看见下面的沙滩，然后海浪一点一点的给你催眠，你看看整个这玻璃。看到吗？哎，这感觉，兄弟，是我吹的吗？然后，兄弟，你觉得这样就行了吗？这时候，然后你会先闻一下。一共5个，然后你分别手指，你选一个你最喜欢的，然后对吧？或者你比如说，我说这个我最喜欢，人就跟你说 OK，你知道吧？有的你说两个味道我都喜欢，说这俩，人女的就特别害羞。Excuse me，好，还有亮点，兄弟，你觉得这就完了吗？我跟你讲，这个我都懵了。当你闭着眼睛已经放松的时候，你们所有人放松现在，然后戴上耳机，有耳机戴上耳机，没有耳机放松放松放松。哎，这是，他这不是这么敲的，他这咋？哦，对。声音都不一样，他做每个部位的时候，他做每个不同部位的时候，通过声音告诉你他部位的转换。然后，兄弟，你在做的时候，一直有人根据你的做的部位或各方面的给你调不同的音阶，让你听着那个感觉，你知道不？来，走，这个东西我只能给大家走马观花的介绍一下啊。对于很多没有做过的、没有来过的，你最起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
来，哎呦，我操！刚刚有一只绿色的特别大的东西钻那个洞里了。哎，看那个，看那个。能看见吗？就是沙滩上各种奇奇古怪的小生物。这个螃蟹有点瞎啊，感觉。啊，这儿，看到吗？它这每个洞里都有一只螃蟹，每个洞里都有一只螃蟹。应该看得见吗？走，兄弟俩继续走。这个岛真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又是另外一种感觉。然后明天我们要出海潜水，下午我们要坐摩托艇，然后今天下午安排了潜艇，那个到时候我拍点视频，那个水下没有信号，它这个有世界第一艘三人潜艇。感谢兄弟们般的守护啊，感谢兄弟们宝贵的礼物，感谢兄弟们的破费，也在这里祝大家十一快乐，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好吧？这他们肯定能猜到，兄弟你们能猜到，我们不管是房间，我们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在房子边上看到一个这个罐儿。有没有人知道这罐儿是干嘛的？有人说尿壶是吧？兄弟们，猜对了。哎呀，隔夜尿不好喝。兄弟，这个是你从沙滩上来到每个屋子，脚上有沙子你会不舒服，所以他在门口给你准备了一个洗脚的地方，然后你可以往上面走了。对，你就可以往上面走了。哼，就为了让你们开心啊，兄弟们！你说直播说难不难？说简单真不简单。就是随时以观众为本。我的妈呀，这是那个花园吧？对，这是花园。这是刚刚咱种的那儿，那怎么又回来了？咱先。对，去咱们那边，这走的有点重复了。喝一口有糖尿病。哎，吸，嘘，兄弟们别动啊，老婆你慢慢靠近呢，好，蹲低。这个岛上适合做一期荒野求生，你不觉得吗？就是不吃这岛上的东西，自己抓。这岛上各种蜥蜴、变色龙、鸟啊。稀奇古怪的动物多了去了。这个是褐蜥蜴，有神经毒素的，你可拉倒吧！我操，兄弟你真说一气啊！你怎么不说这是侏罗纪的？我然后说逮着他抽奖。这边不对，这边回那哪儿？这边。这烤了味道很好吃。好的，哎，兄弟们，我在这儿我说一点，你们觉得，说真的，兄弟看到现在觉得牛逼的，来牛逼刷一波，真的觉得说能看到这种，在直播里面看到这种，兄弟觉得开心牛逼的，来牛逼刷一波。
真的啊，我还是那句话，真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然后我多的不想说，好久没帮旺哥做广告了。最近群里我看好多兄弟真的捡漏捡疯了吧？啊，捡漏捡疯了吧？最近拍了两台 iPhone 手机，到手的价格好像最便宜的价格是多少钱来着？兄弟们，真的是捡漏。如果你喜欢文玩，如果你喜欢玩拍卖，你觉得自己的眼光好，你自信说你这个眼睛能够慧眼识珠的话，截图并保存这个二维码，识别图片中的二维码，对，下载那个微拍堂，进入这个直播间就行，万哥的直播间，每天从下午开始，北京时间12个小时连续直播拍卖，所有的物品零元起拍，有的那种好几万块钱一条的项链，1000多就能到手，真的。兄弟，这些天我看出来了，拍了快1个月了，真的，群里的兄弟评价极高，都说捡到漏了。不管你是买东西送老人、自己带送领导，或者你喜欢文玩、喜欢这些东西的话，好吧，兄弟们，自己截图并保存，识别图片中的二维码。咱俩在这儿喂蚊子。好。走走走走，又走回来了。你看人永远在忙，你看到吗？朋友在踢球，他保护着你安全。我也不知道踢球为啥保护安全啊。对啊，你看踢球还有人，他还会陪你踢球啊，大哥。他还能陪你踢球啊？那他得根据你的水平调整，你踢得厉害点，他肯定就变厉害了。走走，咱先回去他那个房间拍一下。我的妈呀！我这个水平太差了，篮球还行。啊，中国足球，国足水平。感谢我狼哥的礼物啊！感谢我狼哥啊！狼哥多的不说啊！狼哥一直支持咱们。哎，我妈，我这汗出的。咱播多久了？兄弟，刚刚走的第二条路啊。咱现在，我先抓，该走一了，该走一了。感谢狼哥的漫漫花火啊！浪漫，对，哎呦我的妈呀！啊，左边是吧？好，对，我们昨天那哥们就带着我各种从这儿拐弯进去，再拐弯，走着走着又回到原地。路边的柱子是干嘛的？所有的这些全是帮你点药的，就是它里面会放上艾草，不是艾草，这种驱蚊驱虫的。晚上的时候全部点起来，这边就不会有蚊子。小细节。Les 那个从哪儿走啊？从这儿走吗？哪一栋啊？不是吧？是这个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是吧？五零，我拍一下房间。你穿衣服了吧？他穿了衣服，我们进来了。这门是锁着的，从哪儿进啊？这儿。我进来了。好，你脱你的，不是你穿你的，对。这边是，哦，他们这个客厅在这边。
哦，也还行。做梦，起太早了，对，你们可以睡一下。没事儿，我们不介意，好，你们不介意。这边看看，哎，他这儿怎么？哦，他，他们这边儿大，对，因为你知道这边儿啊，对着咱们东方就可以看日出，对，然后。他这个房有一个特别好是什么？他洗澡的这个地方，正好对着正东，早上你看到日出的时候，我明天专门看日出啊，出海看日出，太阳就像个大鸭蛋一样，就从这个海里面在面前这升起，你看小螃蟹。就这儿就直接看日出，然后他另外一个房间那一边直接就看日落，景色真的不错。又挖他，你这这，兄弟，你这看见螃蟹就不要命了。哎，不是，这边是日出，然后这边是，等于哦，他这个房，对，他这个房的180，对，这是日出，然后这是北面，然后那边西面，那边日落。对，这边就是日落，就是看这边就是日落，我跟你讲，这个妹子唱歌唱的巨好，唱的巨好。一会儿晚上真的给你们播，让他们唱歌给你们听听。来。这景色跟怎么样，兄弟？这钱花的不冤吧？这什么叫私人岛？真的，私人岛就是一切以你人为本，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你有什么样的这东西，全都给你安排的好好的。老公，你看它现在还是五个颜色，看到没？哦，真的是。来，镜头往这边看一看。欢迎我东皇啊！东皇，你别着急啊，我得等我回去以后才能发，给我一周的时间，好吧？哇，两只，他这边螃蟹都比较多，啊，没有500万那么多，几百万吧。哎，三只。三只，我操，这是一家三口，赶紧把儿子找出来给他吃了，是啊。不会爬家里吗？不会，他这搭起来一个台子比较高。就这儿，就是你直接可以下海，你知道吗？而前面还有个，你看，那种就长满那个海藻的那种礁石的那个感觉。然后就长期有鸟，每次来都长期有鸟，你看它这上面，那好像是个鸟的窝呀。长期都在上面待着，捕鱼吃。感谢我姓韦的爱你一万年啊！这个岛叫做沃亚瓦，你们可以上携程查一下，三点水那个肥沃的沃，亚是亚洲的亚，瓦是。瓦片的瓦啊，你们自己查一下多少钱就完了，别老问我多少钱了啊。谢伟哥的礼物。感谢伟哥的礼物，好久没来了，这伟哥，来，走，咱们回咱们那儿，我先收拾一下，快热死了我这。出太阳了以后确实有点热。下午我订了潜艇，对，潜艇，然后你们要做 SPA 了，3点以后记着赶紧去做 SPA，那 SPA 超棒。3点以后得提前约啊，然后还有跟那管家说一下就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摩托艇，今天这个海也特别适合看海豚什么的。你再晚的话，过了中午没有海豚啊。一会儿这儿出去，把门关上。对，这个岛有全世界第一艘三人潜艇，小潜艇。我准备下去录视频呢。不是还睡呢，是我们所有人是5点起来，这个岛的时间5点钟起来看的月冰。对，我有时差。是韩国妹子吗？不是，都是中国的，这次没带韩国的。而且我们这岛上第三天了，你知道吧？已经3天了，前2天没播，因为我一看月底了，播了也不算时间。我1号就今天开始播的。先凉快一下，给兄弟们解答一下正常咱们的问题。来，
哇，空调，哎，来来来，麦克风拔了，嫂子辛苦了，兄弟们来一波，嫂子辛苦了，这是我跟你嫂子的蜜月，我靠，给你们在这儿直播，一会儿下午最热的时候没法播，你知道吧？把那个门开开，没法播，但我们就开玩了，好吧？我下午好好的玩。完了，随时能播的就能播的我就播，因为整个我当时在来之前，我租了一个马累的两张电话卡，买了两张。来，兄弟们，有什么问题？能潜水吗？哇，那个，兄弟，你们要想看啊，我没法带你去水下，你回去只能看我剪的视频。我这么跟你讲，它这个岛上有一个机器叫浮潜机。黄色的这么大，大概1米2左右这么大的一台机器，机器两边呢有两个把手，上面右边这个键是加速，左边这个键是减速，下面有一个油门，你一摁它就走，一松就停，它永远会浮在水上。它有保险，就当你潜过15米以下的时候，它会自动上浮。我们以往浮潜的时候必须穿救生衣，这个不用。全程我没有学过的情况下，就给了你一个蛙镜。我一开始很害怕，因为那海很深。拿着那个机器，我天呐，你才知道浮潜有多么的好玩。就你一点不用游，比如我想下去的时候，你的重量往前压，这个手臂往回拉，这个挺一下就带你，你可以调速度，潜下去。你身体往左，它就往左；你往右就往右。你想上去的时候，手往前伸，往上一举，它就带你上去了。然后浮力超大。所以你在上面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的呼吸，用嘴一口气吸下去，下去，然后各种看鱼。你在这儿脱裤子，各种看鱼，然后底下海龟、珊瑚，你知道还有海豚，特别近的距离，就大概10米左右，有专门的人在那个岸上帮你找海豚，找到以后就告诉你海豚在哪。海豚特别喜欢跟人玩。哇，你全程你知道那个感觉，我跟嫂子昨天就是。比这个还晚一点，下午最晒的时间，我们玩了1个半小时的浮潜，太好玩了，整片海域。然后有一个我们要拍摄嘛，要用 GoPro 嘛，拿那个机器就没法拍了。有一个专门的潜水教练，全程啊特别，我们是拿那机器不远，他游得特别快，全程就是比如说下面有海星，他会告诉你跟他一起潜，他是自由潜，潜下去以后他会把那海星给你拿起来，你看完。让你放回去，就你一放的时候，那海星不往下掉吗？然后有的那个海星，它就翻了一个个，落在那个海底了。人家特别细节，它会再潜下去把这个海星翻过来。我天哪，真的太棒了！然后有一个保护你的人，一个帮你找海豚的人，因为它这个岛的周边是有巨多海豚的。我们如果出海的话，明天我们会出海，我一定带你们看到海豚，因为基本100%能看到。海豚是早上的期间成群结队。我昨天拍那个视频，我拍了好多的视频。我昨天拍那个视频，至少有上100只海豚，真的是上100只海豚，太震撼了，那个感觉你知道吗？你若不看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你看昨天我们那个感觉就这样了。这是昨天我们上岛接的人，钓鱼我们约的是明天去钓鱼，好吧？明天去钓鱼。等一下啊，OK。Say hi. Hi. Where are we going? Our island. Oh, our island. 这就是我们岛，眼前这就是我们岛。今晚有整蛊活动吗，兄弟？我来这儿不是全程做那种节目的，你明白吗？因为我10月的节目爆多，我来这儿一个是跟嫂子结婚了，没有办婚礼，没有那什么嘛，所以度个蜜月。第二呢，就是11赶上祖国的生日，而且我跟你讲啊，因为北京的区域所有的车都没法出门，全都限行，所以这个时候你哪儿都去不了。那我们就想，那十一这个期间哪儿都人多，最后我们定说找了一个这个，感谢我狼哥，是我狼哥吧？
赠送的，感谢我狼哥，谢我狼哥，敞亮啊，狼哥，爱你一万年，感谢。然后就选择来的这个岛，所以其实怎么说呢，就是顺便去直播，顺便去直播。然后我四号走，四号走，所以今天一号我给大家播，下午有没有内容，因为它有时差，我没法跟大家精确的计算几点，你们记得打开开播提醒就行，我还有一次开播提醒，所以我要么晚上，我要么下午出海，我一定会给大家就有信号的前提下我会播一播。然后明天我们定了一定会出海，所以明天下午应该有能播的东西去播一播。然后三号我们定的是凌晨几点钟开始去看日出，所以如果有信号，他们据说应该有信号，到时候播一播。明天北京时间几点约着钓鱼？明天我得问一下狼哥，我还真不知道，因为钓鱼这个是富野他们约的，因为我不是特别懂钓鱼，你知道吧？他们想去海钓，然后说准备去钓一个什么多少斤的石斑，然后准备晚上去怎么怎么样。我没试过海钓，知道吧？主要就是去玩水上的项目。下午我订了一个潜艇，潜艇肯定没法播，因为太晒了。第二，水下没有信号。然后潜艇完了以后，晚上我看看，水上摩托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播一播，一会儿啊，我看看啊，现在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稍微过一会儿，因为现在可能有点太晒了，我稍微，对，稍微过一会儿，我感觉有点阴天的时候，我让他安排那个水上摩托，我可以给大家直播一下什么叫做漫无目的的，就是随便去开，但那个拍摄效果出来也不好，视频最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云台是撑不住那么大风的，它是真的是就这个海域几十公里没有礁石的范围，你随便开，什么开翻了玩儿，随便你随便，你愿意开着这个追海豚的带你追海豚，你愿意开着这个去岛那个另外一个无人岛上拍照，巨美的一个无人岛，只有沙滩，然后各种怪石，然后动物你可以拍照，然后你想上别的岛，它可以有导游带着你骑着摩托艇上别的岛，跟坐游艇什么另外两个感觉。所以录了很多的视频，到时候回去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你如果长期如果这么颠簸，其实看那个的话你会觉得无聊，你会觉得无聊。然后兄弟们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你真的说你喜欢地师的这个东西，如果你喜欢文玩，你想要说是这个东西一直想买一个好的这个物件送人或者自用但一直没有机会的话，兄弟截图并保存这个，你就先截图这个二维码，好吧，地家军的兄弟可以给个面子，喜欢懂的人，你可以找一个懂的人在你边上截图并保存。我只能够说，现在你去潘家园去鬼市已经没法捡漏了，但在这个直播间每一天12小时，天哪，那个漏简直，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如果想做文玩这个行业，你可以从这儿进货，进货完你直接加50%甚至一倍的价格卖出去，别人还说我靠好便宜啊，天哪，你是疯了吗？没有错，没有疯，这就是旺哥的实力，好吧，截图并保存，识别一下。我这几天没播，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了，好吧，截图并保存，谢谢各位房间的新兄弟还有旧朋友衣食父母，你们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忽悠你们的了啊，你可以看看蜜蜡琥珀松石玛瑙，天哪，那只有你想不到，里面没有的啊，巨便宜的价格，而且都是好东西，感谢感谢大家，截图并保存啊，谢谢谢谢。老板，那水给我来个冰的，我喝点。陈博这个逼天天去，我买了个兵马俑捐给博物馆。好。然后就是跟大家说一下，11号那个活动有多少人是已经报上名，然后到时候一起去的。11号办的这个活动是在宁波的象山影视基地，好吧，100个水友，50个演员，还有10个主播，我们大家进行一个一天3到4个小时左右的大唐盛世的穿越之旅，长安12时辰的原拍摄地，然后那个地方我们跟今天这个岛一样，我们包下来了，好吧，记着不是我们去串门去了，我们包下来了，跟我们看到这个私人岛一样，全是我们的，只有你们和我们，大家一起玩。这个月的节目都是硬菜，太爽，这月的节目贼费钱，这月的节目贼费钱，你知道吗？我这个月我都跟
公司商量的，我说你能不能先给我垫付点钱啊，我操，我不能再自己这么疯狂垫钱了。宁波找小莫嘛，到时候我肯定会问啊，小莫如果要去的话我肯定会邀请小莫。费的不是我们的钱，没事儿啊，对对，没毛病，你也没有我的牌子嘛，所以确实没事儿。好多人都说，哎呀，我偷懒，我怎么怎么样？第一，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欠任何人的。我做的就我的工作来说，我每个月能够很出色的去完成我的基本工作。但是我每次想的是什么？感谢凯战白下的爱你万年。我每次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我要对得起这些衣食父母，我要对得起我的良心，我要对得起他们花这个流量，然后去喜欢我，去支持我，去关注我的微博。所以。我做的这些还是那句话，我不为任何人，我不为了工作，我不为了平台，不为什么东西，我就是为了你们房间这些人，就是你们，对，没有错，就是你现在在看视频的，对，就是说你抠什么脚啊，兄弟，还有你，几点了你还不起床？就是你们，你可能觉得说我看不到你或怎么样，我都知道，你知道吗？我都知道，马代我选了这么久的岛。所有的岛都不能直播，为什么？只有酒店房间内有 WiFi， 出去就没有。但这个岛它有独立的基站，所以它符合直播的这个东西，好吧？所以我一会儿呢，我去问一下我们几点钟，比如说今天是否出海，是否会用船，那我们可能说什么时候去看海豚或什么东西，然后我让人安排一下，等等，包括潜艇这些。然后下午的时间就是如果我去的话，我会给大家不间断的可能在什么时间去播。今天晚上我们来了一个主厨，就是给我们做阿拉伯大餐，就今天晚上的餐就是阿拉伯之夜这种。昨天是龙虾大餐，龙虾之夜。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岛屿，其实大部分我前两天看你这身汗还不换件衣服，兄弟，我只有这一件长袖，其他全是短袖，有点露纹身，咱要注意。而且今天是祖国的生日，咱别丢人啊。然后我跟兄弟们说的还是那句话，很多人如果你第一次看我房间，哎，有没有刚看我一次或两次的兄弟，真实的打个一，说刚看没办牌子也没事，有没有刚看？很多人觉得我之前就只会什么，每次进来以后听到我在说这个说那个，就说啊，这不可能，这个人吹牛逼怎么怎么样的。但你只有长期看我的节目，你才知道我吹出去的牛逼我都会圆得上，就这么简单，就我都会圆得上。好吧，然后帝王套新来的新人到现在我都没机会给人新人接风做节目，我相信你们也应该认识了吧，小猪超级厉害的一个可以打上可以打中的这么一个年轻的游，算是我觉得他在直播方面也很有天赋，刚来的第一天跟帝王套所有人一 v 一打上单 BO3 的，除了细节胖最后赢了，其他的全部秒杀。他打的那个风格太适合直播了，太刚了，一级交闪现直接跟你拼一波，计算你的血量，假装回城进草丛直接轻钢影闪现 E 在塔下踢踹然后反杀，我靠，真的太秀了。所以兄弟们多多支持这个帝王套这个团队，我觉得这个人比孟哥太适合直播适合太多了。勤奋的应该就是我看看，我11号做完宁波的节目，12号有一个世界花切比赛我办的，在上海租了一个场地，然后世界最牛的那个没有手的那个我也请过来了，然后13号我看一下，如果13号来不及可能要13号再过一周，我还得再去一趟上海，好吧，别催我，但你相信我，这节目肯定是有。之前这个小猪也是打 LDL 的，也是打 LDL 的，而且他说话梗超多，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可能本身就学过直播的人，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看着还不错。天路的养老院嘛，对，可能是吧，我这边也是这么觉得，最近可能对都是天路的。新来的是新粉丝，对对对，兄弟点波关注就行了，右上角点波关注，然后新浪微博你可以搜一下那个帝师最开心头条账号，关注帝师，
抖音账号也是关注第十最开心。等一下我看看我发的抖音啊有没有上推荐，我感觉是没有。最近发的这视频哦还行，应该晚上能上推荐，40多万播放了，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兄弟们抖音账号搜索第十最开心啊，新的视频帮忙去点赞评论转发一下。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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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视频质量还可以。按我的经验来说的话，第二波到晚上应该还能再上一波推荐，这个视频播放量应该是200万起步了，点赞已经12000，点赞已经12000了。感谢兄弟们，感谢兄弟们，还是那句话，优质的视频我这是在岛上录了超多，我这两天为什么没直播，因为我没法直播的过程中在跟你们聊天，我全程就在录视频，把该录的全录完。然后我一会儿兄弟我马上下播，下播呢地王套接播有质有量，对对对，我接播以后我马上我去安排下午的行程，我去安排下午的行程。然后兄弟我的抖音你看着吧，我会在短时间做到500万粉丝，我怎么做你就不用管了，好不好？我刚刚换了一家新公司，刚签约回去以后，11以后上班，这个团队就开始服务我了。一定会有特别多牛逼的内容，因为我每天的生活其实特别精彩，我就把我每天的生活，其实有一个人专门跟拍，有一个剪，然后设计点梗，你就随便看。那好多拍 vlog 的那些博主，说真的，他每天，我觉得都没什么点，我都不知道他在播什么。然后今天啊，我上午现在没时间跟你们去讲一些，东西，我这次真的晚上或什么时候我直播，我给你们讲讲我们这一路经历的各种坎坷，所见所闻。我的天啊，我真的，我们这颗心就来这个岛，真的历时真的各种波折，没说嘛，20万的酒直接被扣了，没有保存的环境，直接把那个酒就说我们就放这仓库里，你走的时候拿，兄弟，20万的罗曼尼康帝直接给我给了我一单子。我都不知道走的时候那酒还能不能喝，那酒已经50岁高龄了，1971年的满分康帝，我拿到这儿本来说大家几个朋友在房间里打开醒2个小时，来这国家千万别带酒，100%扣，它不是抽查，它是一个一个查。网上还有博主既然写的是如果你是去海岛的，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走的全程我到时候都有录像，走的是一个特殊的 VIP 航站楼，连护照签证我们都人什么都没管，全部交给管家，管家把所有的签证给你办好，然后安排飞机来接。有人说又吹牛逼吧博主，妈你一看没我粉丝牌，我原谅你好吧，我原谅你的无知。我给你们稍微不行，我导不出来，我手机里拍的视频有限，都在机器里，都在机器里，手机里没有几个视频，手机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没事啊，他说博主是吧，啊没说我，没事没事没事。我跟你讲啊，这好多的攻略真的说话一点责任都不负。首先你换钱你换什么钱，它比例是什么，反正贼伤心，岛上的酒卖的贼贵，跟北京夜总会一个价格，跟北京夜总会一个价格。兄弟我先不多说了，我播2个小时，先往帝王套接播，然后我安排一下下午的行程。一会儿下午不管出海或什么东西，只要有信号，兄弟咱们随时随地，你记着多守在这个直播间。志哥说你跟上海的瑶瑶生气，我不信，谁是瑶瑶我不认识，兄弟我都没听说过啥瑶瑶啊，我不认识，我不知道跟谁生气。我所有生气只有一个可能，装逼犯，你知道吗？我的脾气我绝对炸了，就是装逼犯，我看到装逼犯我一定炸，不管我认识不认识。你要这么说那可能是，你懂吗？你不是装逼犯吗？还说别人，兄弟你理解的装逼，什么叫装逼啊？装逼就是没有，你跟别人说你有，但你实际没有。兄弟我这个属于什么，懂吧，懂吧。兄弟你觉得这是装逼吗？
兄弟，你觉得这是装逼吗？说包个岛，有些人说你吹牛逼，现在岛包了，怎么包岛就叫装逼？那我在岛上升国旗，立一个中国的国旗，这也叫装逼吗？如果这是装逼的话，不好意思，如果祖国有需要，好吧，如果有一天真的我们可能怎么怎么样，我敢说那句话，我愿意把我所有的钱捐出来，你敢吗？钱没了我可以再挣，就这么简单一点，就这么简单的一点，就让中国国旗飘扬在世界的所有国家，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的梦想跟目的，这是装逼吗？事实是你看看这面国旗是不是红色的，还用再说什么吗？这不是说你花的多少钱的问题，这是在于你有没有这份心。我们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自发的至少买一到两个国旗然后带过来，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觉得哪怕如果说它不能挂或怎么样，但我们看阅兵的时候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们的船上包括我们的船，我们家家户户的门口，我们最起码我们要把它挂起来，结果人家一看来了，那你们祖国的生日，我们不说人家不知道，知道了以后人立马给你立了个旗杆，就这么简单。感谢微凉图谋一浅竹的爱你一万年，感谢兄弟，去捐个学校吧，兄弟麻烦看看我以前录播好吗？你说的是哪一个学校？你说的是哪一个学校？微博公益十年，我是唯一一个主播发微博人家官博转发的，我做了十年公益了，你跟我说捐个学校吧，兄弟，那都是多少年前做过的事情好吗？而且我们不是捐，我们要亲自参与到里面，从开学到学生的学习，到需要什么书本，到爱国主义教育，这是我们要做的，不是花钱而已，钱你有钱都可以，但是陪伴跟直播一样，现在更多的年轻人，现在更多需要我们的是什么？是知识，是眼界，是陪伴。这是我以我的方式默默坚持做这么长时间做的这些事情，好吗？所以你质疑我或怎么怎么样，没关系，你慢慢看就行了。爱国不是说在脸上纹两个字，你就是爱国，但你干的可能是有损国家利益或者脸面的这些东西，这不叫爱国，爱国是从心出发。我们昨天是这边的时间凌晨一两点钟睡的，五点钟起的，为什么？就是不想错过看到开场的那一画面，当国歌响起的时候我们自发的没有人说话，包括小孩子 Kiss 跟 Anzo 全部主动起立，笔直的站着，当后面一排服务员看到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他们也很自然的好像站直了一点，听着国歌热泪盈眶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这就是我的骄傲，就这么简单。我们最起码让岛上所有的工作人员知道了今天是我们祖国的生日，陪着我们全程看的阅兵，然后我们问他牛不牛逼。我们有一个朋友非常是个军迷，每一架战斗机出来的时候告诉你这架战斗机是干嘛用的，这个是航母上用的，这个战斗机是根据这个轰炸机是根据俄罗斯二十年前的哪个机型改良的，它的优势是什么？虽然它的仪表盘各方面都很破，但是它是全世界能飞得最远的飞机，能够飞行一万公里，它能够直接可能飞到美国，然后这种飞机飞出去它可能就没准备再飞回来，为什么？就是一波轰炸。我们最新的歼十看了，你看歼二十，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在边看边这个，我们都觉得那一刻那个仪仗队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天哪，此生无悔入华夏，就这一句话，扬我国威，让世界看看七十年前周总理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个，我们建国的时候飞机不够，我们的飞机要绕回来飞两圈甚至飞三圈去冲门面，但是今天呢，我们不光有飞机，我们不光有战斗机，
一路上看到那些东西，天哪，就真的是我觉得你忍不住的那种感觉。有一个智家军九级牌子，你加死人了吧，兄弟，别骂了，别骂，傻叉永远是傻叉。还是那句话，记着，我们要捧他，让他出去以后当大傻叉，他一辈子都活在傻叉的世界里，你明白吗？就让他这么过。影响我们的生活吗？不影响。影响我们包岛吗？不影响。影响我们一会儿出海吗？不影响。影响我看海豚吗？不影响。影响一会儿晚上主厨给我做阿拉伯饭吗？不影响，对不？影响我每天睡到自然醒，一睁眼的时候看见这一片属于自己的岛屿，虽然是短暂的，然后看着这沙滩跟大海吗？不影响。所以看到这个的时候，你的心胸，兄弟，要学学我，唉，开阔一点啊，兄弟，心胸开阔一点。那个傻叉在志哥直播间说不了话，来这儿找存在感。兄弟，还是那句话，不要去管那些，你问问他有小智微信吗？你真的看看这个还有什么好说的，世界这么大，多去看看，多走一走。我们努力的工作，我们努力的赚钱，但你记着，赚钱绝对不是我们去工作的目的。我们工作的目的，我们之所以拼命，我们所谓的尊严来说，它不仅仅单单是一份工作。我们的尊严来源于哪儿？来源于这儿。你想要做什么？你想要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城市、为你的家里做什么？你想要创造什么？多去看看，多去走走。相信我，兄弟们，人活着的目的，人的心胸，慢慢努力吧。我有很多不足，但是我希望跟房间的兄弟们一起努力。未来我房间里这些人，我相信一定至少能出一两个在全球排行榜能排得上号的人，就这么简单，好吗？优米来了啊，真的是这样。多的不说了，兄弟们，我去问问管家，管家应该刚起床啊，因为那个管家起太早了，4:30来敲我们的门，他就怕我们错过，你知道吧？那个会，这个岛上有一个会中文的管家，他是中国台湾的，然后跟我说他刚刚起床，然后我准备让他给我安排一下。好的好的，我刚刚播完那个，我问一下啊，那个下午那个潜艇给我安排的是几点？我准备去潜艇的时候顺便可能再坐个船啊，或者坐个摩托艇，然后找一些能播的东西给他们看一看，我让他去安排一下。凌晨4:30，我都傻了，凿门，该起来看那个阅兵了。我一看表，我说4点多，这人怎么了？因为这个岛上，他为了凸显说你那个包这个岛的独有性，这个岛有一个自己的时区，就是他本来应该跟马累就是3个小时时差，这个岛不是，他比所有岛快1个小时。就是我告诉你什么叫独立岛、私人岛，就是我从时间上就给你区分开，我们有自己的时区。这点我觉得挺牛的，真的，我觉得挺牛的。买一个管家回北京，哇，你不知道我们聊的，我们都说了每年一定要回来一趟。这个岛上的服务太棒了，它会让你觉得真的就是宾至如归，宾至如归，隐形式服务，所有的小细节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所有的都给你干好了，而且都是他会观察你，你喜欢什么，这个人喜欢什么，太棒了。兄弟们，今天是我们祖国的生日，伴随着最后一波弹幕，中国牛逼，我下直播，帝王套接播，好吧，帝王套接播以后马上给大家安排下午的行程，因为有时差我就不算具体几点了，看开播提醒吧，好吧，我今天肯定会再开播一次，至少啊开播一次，然后明天定好行程，我告诉大家明天几点，可能会早一点啊。好的，感谢各位衣食父母，我多的不说了，好吧，如果你过生日的话，我在过去几天没有直播，我在这里补祝你生日快乐，并且如果你今天过生日的话，我在这里，我在马尔代夫祝你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梦想一定成真，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一会儿见，兄弟们，帝王套接播，拜拜。接播。